千四米嘅路程。二班啊，千四米路程准备好啦！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中档位置有呢只系宝城智胜都快闸噶，咁啊但系喺埋边维港奔流啦，出边灰马嘅银池亦都涌埋上去啊，咁啊中档位置嘅马匹咧，先见到咧就首度回来啦，宝城智胜拖翻住第四啊，第五喺外边知道再胜内栏，第六咧就系中华盛景啦，后多层嘅马啦，旭日升粉龙三跟住个第七嘅，第八位内栏知道必胜，出边包装太保尾四落满贯啊，尾三健快联盟啊，尾二铁栏。嘅少哥儿啦，少爷仔暂时响个包尾嘅位置啊，过咗呢个八百米段处啦，前面银池就贴栏放啦，首到回来就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噶嘛，埋边维港奔流啦，出边知道再胜，中间第五咧，仲有呢只宝城之星啊，外边咧慢慢上咗啲咯，仲有包装太保啦，马林中间粉红衫浅蓝帽嗰匹咧，旭日升嚟噶，出边粉红衫剑快联盟啊，后边话中华圣景知道必胜顶出大外档啦，系少爷仔嚟嘅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透出噶嘛，仲系。银池噶，首到回来响呢个第二位啊，见到第三位噶嘛，外边包装太保啦，中间咧仲有宝城智胜追紧啦，外边上紧嚟噶嘛，有旭日升啊，大外档就系落满贯同埋少爷仔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银池仲系占先一个身位，宝城智胜响呢个第二位啊，再后边嘅话仲有知道必呢个知道再胜，外边就落满贯嗰啲马接近中啲，银池有冇机会到咧？中间位置系宝城智胜，两匹马系相当接近噶，埋边银池中间一路上翻嚟宝城智胜，咁啊至于。第三名咧，应该系落满贯个机会比较高啲。出边位置十号嗰匹追上嚟咧，仲有少爷仔同埋十三号呢只知道再胜影相争第四啊！潘顿咁啊，补翻一边啊，尾场银池啊，最后六点九倍胜出咁啊，第二名咧九号啊，宝城智胜莫雷拉，五号嘅落满贯霍王星攞翻第三啊，第四咧就系知道再胜啊，十三号。啊，啱啱嗰日星期三又系尾场，呢度又系尾场啊！一搭九啊，都着教我条 Q 廿三倍啊！唔跑第三喎，落满贯其实都追翻好多嘅，翻翻嚟跑千四。睇下第十场嘅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咧，一号银池啊，独赢六十九个半位置派二十七个半；跑第二名九号宝城之星位置派二十三个半啦，跑第三名就系五号嘅落满贯啊，位置派五十三个半；跑第四名十三号知道再胜，连赢一搭九派二百三十四蚊；二重彩一号九号顺序派四百七十三蚊；单 T 一号五号九号派一千四百六十九蚊啦。位置 Q 一搭九派八十九个半，一搭五咧派二百三十一蚊，五搭九派一百九十九个半。睇埋三重彩啦，一号、九号、五号顺序派七千一百零四蚊，时间就偏慢啦，一分二十二秒正。睇翻第三名啊，落满贯苏番晴咧都有追翻上嚟啦。咁影相见到一对知道都喺度啊，少爷仔啊太蚀啦，喺外面啊冲一段。咁我睇下三格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咧就系 A 二格夜半热门派二十四个半。蔡若翰又平分，莫雷拉边，潘顿又一场。蔡若翰都犀利嘅，谂下真系做足功夫就可以赢到啊！当然啦，揾到潘顿出手啦吓。嗰件事啊，其实只少哥而家控制唔到，只佬系咁闪嘅啫嘛，但系都几密脚嘅话。好，嘛一边系嘛，每次最近都有尾场啊，不过等到啊两个都继续贯彻始终啊，莫雷拉两场潘顿啊，继续日行一善啊。啊莫雷拉系100win啦，潘顿啊99。咁啊骑师王预计赛果，虽然得一 win 啫，不过啊够勤力啊，二号骑师潘顿啊42分啦。莫雷拉都好勤力噶，今日都系啊。不过潘顿今日得第二同埋第八场啊，唔上名啫。莫雷拉两 win 两第二一第三都要输。十几蚊开飞喎，咁啊，叶本辉都有一只上名啊，尾场都落好多飞咯，系啊，落好多飞。
哇，有啲乾燥，一路咁見到就夠火咁，好似。嗯，睇呢场四年环月嘅派彩啦，一号、五号、九号、十三号派3688蚊。四重彩嘅月嘅派彩啦，一号、九号、五号、十三号咧，顺序派65272蚊啦。好啦，睇下尾场嘅巡逻影片先啦。起步大家都算出得几齐嘅，比较慢啲就系外档嗰几只啦，少哥儿同埋嗰只少爷仔嘅。前边就只只出咗嚟都唔想放喎，咁啊潘顿咧就顺势慢慢埋紧嚟咧，结果揿到个步速都揿得几靓嘅。首度回落就咬住个第二位，贴栏第三就维港奔流啦，中间第四就绿袖白衫嘅莫雷拉嘅宝城智胜，走外边就知道再胜嘅。中档咧步速比较慢咧，又抢晒口啊，嗰只旭日升啊，乱晒龙嘅。喺佢外面就包裝太保啦，貼欄就中華盛景嘅，後面就知道必勝走咗上嚟啦，落滿貫就尾四，建快聯盟就尾三，貼欄尾二少哥兒，包尾係少爺仔。唔係，依場步速都真係比較慢㗎，段段都比標準慢啲嘅，咁啊三段夾埋咧都慢咗成1秒2幾㗎，咁啊正宗慢步速賽事嚟。咁啊頭馬只銀翅咧就擺咗前邊，咁啊賺咗慢步速，咁啊雖然就頂榜吃力啲啦，咁啊但係因為有得賺，咁啊級數又夠高，咁啊都贏翻場嘅。其他有粉站就莫雷拉唔舒食噶啦，虽然佢又唔系最前嗰站，但都咬住好威入直路嘅。仲有一只站咗十六回来啦，直路初段都系威势噶，不翻嚟就唔系好贯注到尾。都睇下蚀咗万步出，睇下边啲追得好啦。就系大档嗰对啦，一只系少爷仔，一只就落满贯。两只蚀咗万步出之后咧，就明显追得比较劲啲嘅。中间嗰啲知道必胜啊，都唔差。每场赛事都覆榜完毕啦，派彩作实。维捷 Q 派彩啦，一搭九派89.5，一搭五派231蚊，五搭九派199.5。三拣一啦 ，A 二隔夜半热门啊，正出嘅派24.5啦。二重彩一号、九号顺序派473蚊。四连环一号、五号、九号、十三号派3688蚊。四重彩一号、九号、五号、十三号顺序派65272蚊。孖宝啦，头关一美军一派187.5，头关一美军九派55蚊。第三号孖 T 派29934蚊。三宝啦，头关四号、次关一号、美军一号就派691蚊啦。如果美军九号派146蚊。六环彩派4110蚊，六宝奖咧派68801蚊。骑师王最后赛果啊，胜出系二号骑师潘顿啦，攞到42分啊！睇埋尾场分段时间啦，头段13秒94，第段22秒09，第三段咧23秒34，末段22秒63，完成时间1分22秒正。